将两支大试管分别标上 A 和 B。在大试管里面分别加入碳酸氢盐指示剂直至三分之一满。然后将一块铁丝网和少量湿棉水放在每支大试管里面。在试管 A 里面放入一些以浸水和消毒的萌发种子，然后在试管 B 里面放入同等分量的已煮熟和消毒的种子。用塞塞住试管口，之后静置大试管几个钟头，检视大试管 A 和 B 里面碳酸氢盐指示剂的颜色变化，将实验结果记录在表格里面。